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小题，好，再跟你说一次，然后请问你128克的硫得的硫酸可以配成 40% 的硫酸水，用多少公克？这一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我平常算的时候是硫产生了硫酸 H2SO4 这么多，这个是纯的。可他问的是要配成 40%， 如果是100克，那里面只有硫酸几克？40克。你算出来是那个40克，你要倒算回去那个100。 OK， 就这里要换一下，要换一下，它不是纯的硫酸，它是40%的硫酸，所以这里要动一下手脚，会跟刚才不太一样，要多一个步骤，要转一下。那应该是瓦锥的，我们找可爱的，这有一个二号，有一个32号，再找一个帅哥男，还有帅哥男吗？29号，在。又要给我写个我不会吗？不会吧。很快，上来，把它擦掉，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线。先加一啊。不用擦了。你把它圈起来就好。先加一，先加一。圈起来，圈起来。不要。要擦掉。快点。不要玩耍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天黑了，世界末日了。很好，非常好，又三个上来，总共叫了六个人上来，通通给我写我不会啊。 OK， 原谅你。小心。好，不断的去证明老师的教育是失败的。我们一开始，我们先不要管那个配成多少的，是配多少的事情，那个是后面要谈，要转一下，再说吧。基本上呢，好，就是那个叫做简单的化学剂量，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。那现在我也可以用个方法，叫做找到不变，找到相等。我现在呢，什么东西不会变？啊，你做出来的硫酸，硫酸 H2SO4 配成了溶液之后，谁没有变？配溶液要加水，对不对？我们教过嘛，加水谁不变？溶质不变嘛。所以你怎么样算，那个溶质都怎样？一样，溶质都一样。所以一边叫做40%算出来的硫酸 H2SO4 有多少？一边是简单的化学剂量算出来的会有多少？那应该怎样？一样多嘛？一样多嘛？一样多。OK， 好，来，反应得了算多少？简单的化学剂量，一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写了，人家写给你。第二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末，已知谁？128克的硫，所求谁？硫酸。我现在求的质量，我想它质量要一样大嘛，所以除以原分质量，128除以32，有4末硫酸，不知道除98，这么多末，然后末除以就均衡系数比，算一算，抄下来，硫二系数二，这个硫酸系数二是2:2，算完392克，这就是谁啊？这就是40%的硫酸里面要有的硫酸的 H2SO4 的克数嘛。
那你还记得我浓度是40%，然后我溶液有这么多克，那溶只有几克，这个公式的算法你还记得吗？给溶液质量，给百分浓度，怎么求溶质质量？你还记得这公式怎么做吗？怎么做？你还记得吗？溶质质量是溶液质量乘百分浓度嘛？记得溶质要多少？392克嘛。溶液多少？不知道嘛？多少？40%嘛？所以往里面带。所以980克。所以答案980克。这就是练习03。方法、想法都一样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